着急，快把高兴抱，赶紧上车，车要凉快了。高兴，你看，你老动不动出来就搬这个石头给他，对，抱，赶紧上，快点，走了。过去晚了一会儿，人家那儿下班了，快，完了，赶紧去吃午去，贴贴跑。高兴，扇子咋扇？热，那高兴。手机这是今天从这儿是又不知道交什么费用，我也搞不懂了。来每天跑，好，高兴，嘿，你把这个扇往那扔，你把这个扇往那倒，这就是他们的睡午大厅。哎呀，你给老害我！哎，妈妈了，高兴妈妈了，看见妈妈不了，看见妈妈不了，去里面。哎呀，凉快，高兴，扔了，把扇就扔了，高兴，嗨，扇子来，过来，爸爸给你扇，给你拿着。你看，对，过来，嘿，小家伙，来，你看，你个老乱跑，不热，高兴。你不热？来，过来。快跑啊！都去哪呀？他妈在大天里面，他是跑到那边了。拜拜。哎呀，真跑了。妈妈在这儿了，高兴，妈妈在这儿了。哎呀，这个胆大了，好嘛，一个人就跑了。他妈在大厅里面了，在这里面了，扫地。他，你跑这儿干啥？昨天在这儿了，今天你也跑这儿。哦，你聪明了，这儿有电风扇了。哎呀，这儿凉快。可以的，电风扇在哪了？高兴，电风扇，电风扇。哎呀，热的心都往电风扇上跑了。你昨天为什么不弄那个单？他没说呀，这个芒果的哥哥说的是这个。明天喊你过来。对，你金姐姐跟你我过来。明天也进去。哎呀，他妹妹过来，他的妹妹，他儿媳妇，我跟你。也叫他女儿吧。他的女儿。那今天咋弄？那这个跟你过去学车去？热了。热。那你去不去了？不去就回。你看嘛，那热，那咋弄？早上学？
连贴早上学不行。高兴，你看，高兴，你给老王俩搬。哎，又关门了，看，刚刚过来，手机三点就关门了。啥单位了？你们这个十点以前不上班。三点就关门。哎呀，来，你把妈妈关进去了。妈妈，关进去了。哎呀，服了，快。明天还得过来。高兴，高兴，高兴，跟爸爸拜拜。哎呀，不能给他喝。烫大肚。高兴喝不成那个大肚。这个不能喝了。昨天的不能喝了。热水一样。来，拜拜，高兴。爸爸拜拜吧，拜个屁了，老不开车你能回去了就行。司机，我要喝可乐，高兴喝的啥了？芒果汁儿。高兴可以，那他是垃圾桶拿出去了。对，垃圾桶，高兴。哦，他好像扔垃圾桶了。垃圾桶在，这里。哎呀。好。好，高兴。可以，嗨，现在自己揪完纸还得扔在垃圾桶。他前面扔掉，然后他自己捡起来。拿起来，我说垃圾桶在哪里，他扔了，过不了。哎，没有管儿。轮胎扎钉子了，漏过五个轮胎。自己补这个轮胎没有一个小时补不完。所以等他歇好。哎，手机壳子。哦，那。手机那家，把这个中国的贴纸，喜欢的不行，也是胳膊上贴的，哦嘛，妹妹也贴，一般人喜欢这个。他别的人扔的棒棒糖的东西，高兴，你又不是撒垃圾的，别人扔的你也扔进去。自己弄的，我没手。这个呢好呀，他的里面有多的。别人扔的，他撒的扔垃圾桶。高兴了，你拿回去怎么了嘛？可以。好好做啊。顾的，他害怕那个。害怕。完了，喂，太热。三百泥地。走，你看又撒土坑了呀，走，回来。太热了。今天是回来是最早的，人家下班下的最早的。还有单位里面三点下班了，哦，